Happy News，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双猫科技圈的是什么。今天天猫双十一，小米无疑是最闪耀的数码品牌，不断刷榜。0:19第一单诞生，36秒全渠道支付额破1亿，56秒天猫旗舰店支付额破1亿，13:3733:08全渠道和天猫旗舰店破5亿。根据官方最新数据，截止凌晨1点整，小米新零售全渠道支付金额破15亿元，同时截至凌晨1点15分，小米天猫旗舰店支付金额破10亿元。另外，小米电视全渠道9:02支付金额破1亿元，小米笔记本全渠道支付金额53分钟破1亿元。今年小米把线上7大平台与线下5000多家门店结合，投入1000家服务门店、2900多名客服人员、3000多辆提货车辆和超100000名送货人员。去年小米天猫官方旗舰店支付总额24.64亿，创小米历史记录，不知道今年会达到多少呢？最后，然后每天晚上11:40的话，都是我们的这个跳舞的这个热门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长胖了，裤子老是很紧，老是往上跑。有丝袜吗？有，但是我没有穿，先过来的关注，没有穿丝袜，明天穿给大家看吧。很久都没有穿那种配色，很久没有穿了。对，明天给大家穿吧，丝袜、网袜都有。来个肉丝，肉丝跟现在不都一样吗？对，都是肉色的。明天穿个黑丝吧。I'll take you okay, I'm okay, we're friends.
丝袜吧，丝袜好久没穿了，好久没穿了，有空穿来。好的好的，彩云，哇，彩云还开了个 VIP 啊，开了个紫薇，给大家都可以给紫金上上榜啊。今天是我们的星期二了，然后十个宝宝加微信呢、哦。昨天穿了个裙子，昨天穿了个裙子很尴尬，然后老是衣服老是往下掉。今天专门穿了一个裤子。I'm in the zone. We are CLC. Go.送给大家，那姐姐宝宝把关注点一点，点点关注，走走小铃铛，爱你们哟。换个衣服效果会不一样，可是每天都要穿不一样的衣服呀。Hello.